拍这部片就是我们算是就是准备蛮久的，就是从一个十分钟的版本，就是只是觉得说夜市是很台湾很特殊的一个地方，然后也就是全世界没有像台湾夜市就是又那么又那么多人又那么热门，可是大家又很客气，然后又好吃，然后又很像从这个出发点，我本来从最基本的没有多想说哦一定要拍什么有什么深度的，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只是说好要有夜市，然后很像要有追逐，然后要比较 exciting 一点。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子盈他真的在夜市面被当成小偷，因为我们在高空拍，他是一个人在就是人来人往的夜市当中，所以他在演那个偷的戏的时候，真的有很好心的路人以为他是小偷，当场把他抓住，然后我们就只能喊他。我那个时候应该马上逃跑，可是我没有，我那时候就是他因为我们那个场景是他在买饮料，然后我手伸进他包包里面。然后我偷了东西，马上转身就走。然后呢，在我转身的同时，一个非常见义勇为的年轻女孩子，她就抓住我说：“你在干什么？”她直接把我抓住，说：“你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当场就愣住了三秒钟，就互看，直盯盯这样看着。然后我说：“我在拍片。”然后她就说：“哦，对不起，对不起。”就走掉了。现在知道，如果那个你真的偷东西，就说我在拍片，然后就状况。我觉得这整个行动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就是我们常在街上大吼大叫，什么小偷啊，或者是刚刚子盈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都会给旁边围观的这些人一种惊讶或者是刺激，就是那一个 moment 那一个瞬间，他们真的以为是真的，然后就会有动作，然后才意识到哦，原来是他们是在拍片。但是纵使我们灯光架起来或者摄影机在那边，他们看到听到声音还是会回头，就是会有一刹那是真实的，那我就觉得蛮开心的，至少那个声音的感觉或者是我们冲到出来那种动感其实是惊人。那我们来访问一下那个凯勋好，因为我们私底下认他，他真的是一个很真诚很坦率然后很诚实然后就是心非常好的一个男生。我觉得你现在帮我消毒已经来不及了。我想说当你自己看到你那个形象会不会很恨我们？不会啦，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刚看的时候，我觉得两个女主角真的很厉害，因为他们在拍那一场就是拉扯的戏的时候，其实我那天不在嘛，对不对？然后我刚刚在下面看，一看我就第一个转头跟子盈讲说：“你们玩这么大、啊，两个人都弄得这样子，就是还蛮震撼的。”我觉得导演真的很狠。那时候我们那个摄影已经宕机，那我们就没办法在那边等，然后就等了很久，摄影终于可以开始转动的时候，我说好吧，我们现在就来拍我们杀青戏。然后开始落的时候，那个雨它就滴下来了，然后我们全部人都吓到了，真的是我们到，因为我们私底下觉得哇，就是老天爷一直在看着我们，然后就最后给一个小礼物，这样大礼物。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还算是像组委会帮助很多忙，是我们在像有灭有界，就是101，就是开始拍的高明的电影，然后。的镜头，然后帮我们协助很多就是场地。那夜市的部分就比较那个时候我们有影委会也有帮我们出面，就是开个会，就是跟那里的算是临江夜市附近的内区的有一个黄金仔先生，就他是管理内区的，然后我们有开个会，然后就是帮忙协调。然后可是在通化街那条，就是又有另外一个会长，又有管理员，然后他们很像，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不一样的，就是主控权的范围都有一点模糊。所以我们就变成每一个人都找，所以我觉得要好好沟通。是为什么要选通化夜市？我觉得通化夜市有一个很传统的台湾夜市的一个感觉。那我不知道我讲的那个传统准不准，因为我在德州长大，可是我只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
那个暑假的时候，我爸妈还是把我送回来，然后跟我阿公阿妈。那我还我就是我记得的就是那种在夜市里面有那种游乐区，可以捞鱼，可以打电动，然后可以就是在外面逛，然后吃东西，然后就是很简单一条，然后有灯笼，就是我只在我想象里面有，很像有这个夜市。然后那个时候我没有找很多夜市，可是很多夜市有可能也比较庞大，然后也比较它的有可能为我们的故事，我们也是希望比较简单一点一条，然后它的那个从就是那个我们的主角两个女主角可以怎么跑，然后是观众也不会觉得太复杂的，就是可以跟得了他们。我觉得因为有可能。自己觉得台湾很会拍，就是又有深度，然后就是很我们很生活里面有的有的那种情感，然后我觉得说一个就是我们一个产业需要有不一样的电影，然后我有可能是我自己的个性，我就是喜欢比较节奏比较快的东西。然后就是像我这边讲的，就是很像我就是喜欢哦，需要追逐，然后需要热闹。然后我是先觉得说哦，那个很像会吸引观众，我会吸引我自己进去看，然后再去探讨说哦，那我们的角色要有什么深度，然后我们的角色要我们真的要讲什么故事。所以就是有可能只是一步一步来。我觉得每一部电影都当然就是都需要好的角色，需要有好的。故事有很有趣的那种氛围，可是我觉得有可能只是我的个性，我是先想到那个，我只是先想到夜市这个部分跟那个节奏的这个部分，然后再去回想到说好，那如果要这种东西，那什么样子的故事可以在夜市里面发生，然后会很有趣，然后这样子想要去电影院。